长效一生自护，时刻领益未来。本节目由爱他美旗下顶配领益三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爱人悄悄话、沉浸版、会员加更版等精彩衍生。开始啦！梦田。昨天晚上我的心情也像这个地方的天气一样，经历了四季。开始去挺开心的，后来慢慢听了他们其他两对嘉宾的故事，我也挺沉重的，我也在他们身上找自己，然后再听到他说的一些小事儿。那就是老纪自己有时候也弄脏自己衣服，假装没看见就管我。我又觉得这不是这样的，你说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哪一份工作哪一个事情我不努力没有把它做好，每一次都来狡辩，都说我这个干嘛呢？我做的那么多那么多，结果我心里就是挺委屈的。但是突然我一想，如果平衡一下，这个要求没那么高，或许他更容易接受一点。你觉得我讲的有没有点过？你说啥呀？我帮你讲的昨天吗？我觉得你对他的反驳有点敏感，过吧，其实不存在过不过。我们昨天也在想，你从平缓的情绪到爆发的情绪中间这个缓冲区到底是啥？哎呀，张硕看别人的事儿看得门清。对，反正就是我一直在克制，这问题确实存在，就说问题。嗯，他老师不承认这些问题，还要再说我。这个事儿你总不当成一个问题，你就好比我们演员，我如果拿着剧本就是垫着这吃饭，弄咱油完糊了糊了，我不敬畏他，我对他一点儿都不爱，稍微提高一点认识啊，这样咱们就不会那么有那么多争执。我的确把这个事情给弄得稍微严重了一点，但我是想用我的态度去让他注意到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就是现在你对他的一些要求是从工作角度出发的嘛，但是他会带入你们的关系去处理去消解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比较复杂，很难解决。很难解决。You look good today. Thank you.宝宝们出去玩喽，第一站我们摘果子啊，还是让姐和姐夫坐第一排。我就坐这儿。坐。朋友们，我们的喀什古城之旅开始喽。今天我跟老纪的主要任务就是带大家吃好玩好啊，然后美图拍起来啊。我是负责拍好，别的我就不负责了。哎，我问你啊，你就这个无袖衫外面搭一个这个厚外套，这种穿搭，请教是好看的，但是为什么可以在背心外面搭一个厚外套呢？姐，咱不能问，不懂也不能问。你觉得我懂不懂时尚？你啊，突然姐穿的好八卦，可爱，很像她的。怎么了？怎么了？你说呀！你本身就是时尚，你就是时尚本人呀！时尚本上。干啥？都干啥？针对我？你们没针对你们，觉得你特可爱，觉得你可爱呀、啊！我懂了。走喽，走喽！我们到开心果园了，大家。开心果园。好像真的在度假一样，很棒哎！咱一人拿一小筐。哦，还有手套。来，行。采风去，走。送你个花。好浪漫呀！这么小呢，给我别上，给我别在这能别上啊？我觉得应该行吧。姐他们又开始了，姐王顺顺关注到了你们的甜度了，想想昨晚
就是他了。好嘞，好像每一季都有这种送花的情节。哦，真的耶。这边有熟的，你们是不是够不着啊？巨甜，巨甜，熟了。嗯，姐夫又会赶羊，又会选果树，姐夫还会唱歌，那么好听。对，那你愿意跟姐夫好吗？咱几个就别问这种死亡问题了。我觉得我跟姐夫能过到一起。是一个真敢问，一个真敢答。我跟谁能过一起啊？你先问问谁想跟你一起过。金老师，这个能可以吗？这一串很好，这一串你也够不着。太可以了，望尘莫及，听着。哎呦呦呦，笑死我了！你怎么不给我们一点都往王诗琴的篮里装？你好过分！不是，我以为分类统一装的。那你帮我摘几个，你先就上面的，要那个上面的。你看，其实上面的有很多熟的，够不着。除非我扛着谁上去，可以驮着你。来来来，你把王诗琴驮上去。好，准备啊！一二，啊！等会儿啊！不会吧，天天健身的，这个就很尴尬了。你看，这就是人家健身，你扛得动我吗？扛不动。哇！哦，底下篮子准备好啊！我来，我准备篮子。你杯子给我。上面确实不错呀。啊！看。轻轻抱起，好没好？哎，没好，没好，好没。哎，硬挺呢，季老师。好没？好没好？差不多行。下来，老季，下来吧，下来吧。那边还有什么？好，好嘞。哇，收获满满。走，摘樱桃。跟着我小旗子一起挥动，咱摘樱桃去啊！樱桃看着也不错。老刘呢？桃子。老刘，可爱。想摘桃子。老刘，等一下。来了来了。老刘现在也很自如在这里边啊。这可以，这俩可以啊。哇，看到樱桃了，这儿。车厘子，哇，好好看啊！快摘，哎，来，看到了这个，哇，摘，可以。走，老公，啊，好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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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出来度假都有少女心。这一块，哎，说这块，老刘很喜欢这个，嗯，截片上树了。老刘现在一整个打开，截片上树了，这个值得我上。截片上树了，姐夫在哪？你隔壁，你不管姐夫。在哪？哎，姐。多摘点，多摘，哟，可以啊。老刘，哟，哇，哎，老刘行动力好强啊！他，我看到了，我就上去了。嗯，这个姐夫上树，终于靠得住，是不是？拍姐夫，快去拍姐夫，帅不帅？太帅了，哇，从底下往上拍，酷，哇，酷，框来个框，框框框，哦，来个框，我来了。你来的倒快，我姐这筐满了。我来，我准备篮子。你可爱耶，嗷嗷待哺的样子。接百家果。小话太逗。哥，哥，啊，我想摘这儿的。我叫谁呀？我给你摘。老季，来来，好甜哦！快点儿，多摘点。来，就这个，就这个啊！你抱，我受不了他的。你抱我一下吧，你抱我一下吧。其实我一跳起来就有弄弄的事儿，我还得抱你。哇，太沉太沉了，160斤呢，好像。张硕183呢。这撸。你快点儿。你快点儿说。快点，好好好，先下，先下，先歇会儿。开心啊，收获满满呀，我们。哇，收获满满。走了，走了，回来。哇，真的。您给我拍一张，老刘。他这个滤镜。你昨天晚上那么长时间不研究一下咋用呢？我看拍啥样。
对，不好看，怎么拍的这么丑啊？老头开心了。走开，给我看一下。真丑，你自己觉得呢？我有这么难看吗？怎么到你的相机里，我怎么就这么难看啊？我这张你看多丑。你说这张丑不丑？你自己说。这张不还可以吗？哪里可以？难道不可以吗？你看这张，老刘还笑，我一个飞脚给你踢飞，我真的给你踹飞了。他们俩拍照片巨丑，我跟你说，都不是不好看，是丑啊。咱来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啊，哎，好专业、啊，是为了显肌肉吧？你搞张出来，让他们俩见识一下。这个，说话的，你在说话。一脚给你踹飞、哎、我看一下其他的有好的吧，肯定有好的，还不信任我呀？走了走了，宝宝们上车上车。看了照片有点今天一天的游览的心情有点受影响。受影响了姐，我就喊我姐，你别喊，我已经尽力了。王晴，哎，以前去过，咱去过那个咖啡馆，能找着不？得找啊！去拍婚纱照那个，嗯，那家超好看，又有天台，又有里面，就超美。啊，他们拍过婚纱照啊？21年。哇哇，咱们在哪儿拍来着？我想一想，好多地方没印象，一头雾水。你啥时候不是一头雾水？你就跟着走得了。服务好大家的照片质量。行。一生之选，长护万里。本节目由爱他美旗下顶配领翼3冠名播出。上芒果 TV 搜在家爱人同款，购节目周边领超值福利。盲盒月月开好礼，带你现场看综艺，动感地带芒果卡邀你观看在家爱人第3季。我跟老季吃过这家大盘鸡，好吃啊。好吃，静静、啊，我俩要了个中盘，比大盘还大，是吗？这么大一个，先饿我整一个。哇，好大一块冰哦！蜂蜜刨冰。哇，这个刨冰看起来厉害。烤包子看起来不错，烤包子肯定好吃。哎，谢谢，用那个新疆话怎么说来的？热喝麦提。亚克西。热喝麦提。亚克西吗 ？Hello， 小朋友，他好可爱呀。嗯，好可爱。杨梅冰沙，哎，这有西瓜汁，姐夫西瓜汁，绝了这个。张硕喝什么？我不喝，啥也不喝。等会儿再，我等会儿买杯咖啡。哎，你来一个暴打渣男绿柠檬茶怎么样？一语双关呀、啊，姐，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我能喝美式不？可以啊。跑这儿来喝美式，你也是真洋气。尝尝啊，尝尝。来，我们看镜头，耶！行了，我看一下。一看哪张都不行，姐说不想给你机会拍。姐姐姐，真好。我在试，你给我试，拿我们五个人试。你拿那个。哇，快看呀快看呀，我也想要趟小车车，我也想要平衡车踩着走。嗨，哇，好美呀、啊、哇这个好看，俄罗斯好大只，好看看是不是这家，是这家。哇、啊、好漂亮。想起来了吗？想起来了，我们还在这个楼梯上拍过一组，满满回忆。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好，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好，这角度确定可以啊？很好，很好。哎，对对，你往这边，然后头稍微抬一点，过来过来。你别拍了啊！你不许拍啊！然后等一下，头往这边看。可以往这边看啊？怎么样？自己看。我自己看。怎么自己不敢看，让我看？是的。很不妙，你看他头有多大，你过来看一下。姐，我就说你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照片，很得意，是不是自己拍的非常 perfect？ 就是。
哎呀，笑死！这一个钉子拍的。哎，老纪，老纪必须这里来几张。当时咱俩是坐在这个地方拍了一张。对，没变。没变。是这样。两年前，有一张我特别喜欢的，我坐在这儿，他坐在这儿。嗯，好好看哦。来，谁坐那儿？我给他来复刻一张。你俩先坐，复刻一下。我俩复刻你俩，这合适吗？合适合适。胳膊是这样子的，两个人牵着手。对。可以的。好，准备。这摄像师可以啊，这。好尴尬，他笑的。说你怎么笑的那么假？你能不能真诚一点笑？可爱。三二一，好的。好好看呀。位置帮你们摆好了，来重温一张。重温一下。重温一下。来看原版的吧。原版，我来拍。来。我不是很信得过你。我就按照你们这个构图拍的。好好好。挺好吧？挺好。其实角度是稍微靠他这边的吗？没有，其实角度是非常正的角度。我都忘了怎么拍的了。就是这样。这样。怎么帽子摘了？不自在。嗯。看一下哪儿需要调整。快看看他拍咋样？我觉得拍的特别好，跟那天的角度差不多。稍微加一点点分，可以。搬回一小时。搬回一点。你拍得太丑了！我又干了什么？说你怎么笑的那么假？你真诚一点，快点，别挡人家机会。老刘审美观可能都低一点。你别再拍照了，真的，你别拍了，你。你给老纪看一眼，你拍的你。赶快删。是全是背影，全是那个暗影啊！来来来，我不懂，怎么有人拍照能这么丑呢？你不懂吗？还有一个张硕。我再找找在这儿拍的其他的啊。这一张就是那个二楼啊，有个天台。美呀！啊，这个是小朋友们。自己太好看啦！老纪还有一张脱了的。哦。哦。你们俩照片的就是这个很有感染力，对。好好美哦，好好看哦。这么多照片吗？你手机里没有吗？没有，还没有。你咋都忘了呢？因为人在身边啊，一直。你这可真会说话，真是同一条裤子你。张硕，你手机里有在婚纱照吗？有啊。不用拿出来了，问一下。给你们看，小朋友这一段，超可爱。我录了是吗？啊、嗯，我当时老纪举着手机录的，你在这儿让大家，就后面全是小朋友在就是弄婚纱，走婚纱。嗯，就在一个二楼。你好开心啊，事情。对，他特别嗨。开心，好美啊！哎，真好看啊！我其实不太会跳舞，但是就那个音乐起来之后，就特别想跳。哎呀，不愧是专业的。这些我没有。老纪都不记得了，老纪手机里都没有婚纱的照片。嗯。哎，没事，我手机里有就行。你传给他不就行？他为啥没有啊？可是一般男生会把婚纱照放手机里吗？会啊。会吗？会吧。啊。气氛又僵掉了。没有，他好像真的有你讲的那个记忆衰退，有点，他不记得了，记得怎么不记得？没想到人生第二次还能再来喀什，然后还能再来这家咖啡厅。对，没想到再来是这样的形式。没想到第一次来是拍婚纱照，第二次来是再见爱人，一次是想结婚，一次是想离婚。才两年，
就搞成这样子。想结婚，想离婚。他真的想离婚吗？我让他那么厌恶吗？你俩在那十年里面闹过分手吗？哎，是家常便饭。没有真正分过，但是吵架的时候，以前他经常说分手。但后来有一次，我就是跟他很严肃地说，我说我觉得不要总提分手，很伤感情。后来他有很长时间就都不说了，哪怕情绪爆发，他也不提分手两个字儿了。对，然后后来我再没说过分手，后来就是结婚以后竟他说离婚来着。我只说过一次离婚，就是去年生日那天。分开是经常说，那这不就是离婚吗？这正式离婚是这一次，拿了离婚，拿了结婚证，拿了房产证都。我去年我过生日的那天我提过一次。为什么？其实很小的事儿，就我过生日嘛，然后早上起来他还挺高兴的，他一起来他觉得今天要让我开心，然后他就去客厅帮我拍一些礼物的照片，他边拍他边说，哎，那个昨天晚上你发的那个朋友圈，如果我觉得你那个给朋友们的回复，因为大家回了很多生日快乐，然后我就喜欢每一个人都给他回复，然后我就有些我就用什么小红心啊，然后或者是亲亲啊这样子的表情，然后他就说觉得有一个评论我不应该给人家回那个亲亲的表情。为什么不能回复那个亲亲的表情？好像是个男的，他觉得不太好，然后我就觉得他管的有点太多了，然后我其实没注意到，因为我太多，我就是全部群回，几分钟之内所有人都回一个表情，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不算个事儿吧。然后我也情绪也不太友好，然后他就觉得我现在还在给你拍照呢，你还要这么说，然后我说那你就别拍了呗，他就真的不拍了，然后我就拿他的手机，我想把刚才拍的那些照片 AirDrop 给我自己，他就从房间里出来，然后说把我手机还给我，我说你等会儿我把我的照片传完了我就还给你，他说不行，我就不给他，他就要抢，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在我生日这天这样对我。聊着聊着季老师就不高兴了，然后我们就不知所措，然后我挺能理解这种生日的时候遇到糟心事儿的感觉。糟心事儿啊，跟他别说了。完了，季老师马上不高兴。反正那天吵得蛮凶的，我就一下也是有点上头，然后吵着吵着我就说我们过不下去，我们就离婚吧。然后老季也比较激动，然后他说好呀，可以离，那把我们的财产分一分，反正又说了一些比较激动的话。他一直在忍呢，他就在忍，有意思吗？说点这事儿硬往我身上扯。啪啪噼里啪啦什么都说，踩着我，大家那么多人又来到这个美好的地方拍拍照怀念一下就行呗。我们俩真的记忆不同。气氛又僵掉了。给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小视频，新疆的纪录片。别弄那些了，别弄那些了。完蛋了，完蛋了，好紧张。我看我的关你什么事儿啊？你管得着吗？哇、哦！完蛋了，完蛋了，吵起来了，尴尬，尴尬。
太生气了。旭旭很紧张。干啥又？又咋了？他有点吓人哈。对，吓人，吓人。他真的觉得我们没有问题，我是在找事儿。当这个大家庭、这个朋友里面，我觉得有人可以帮到我的时候，我很想抒发一下。我希望有人可以帮帮我。他想抒发，其实就说了，哎，大家评评理，可以理解。我们没办法沟通，谈不了，我们两个也不在一个频率上。有时候他凶我，我真的忍不住。我只是想迅速的恢复。然后我其实只是想给顺顺看一下我们结婚的照片，我不想让大家尴尬。他觉得那个当下的那个氛围，你还给人家看这种甜甜蜜蜜的东西，我缓和一下气氛不行吗？旁边几个人好尴尬，超尴尬。对不起啊，我没事儿，你们接着聊。换个环境吧，到天台上去看看。天台上看看，啥都能让王世清给毁了。你说太多了，太能。你要脑子不够用，你就少说话。他讲这个话有一点，我爸都不会对我说这种话。对，他也生气了，可是这个话有一点重。我不想上去了，你上吧。对的状况下，两个人就是把最坏的那一面都给人家看了。没辙，没辙了。非搞成这样。这的确压力挺大的。我想有一些思考，为什么会走到今天，恍如隔世。现在有点心疼王诗晴了哈。我们是貌合神离，互相没有沟通，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其实心已经很绝望了。他现在经常突然之间很大声说话。他的固执已经跟他的自尊，跟他整个人的40年的一个成长，跟他自己，他已经把这个东西变成他的一部分。你让他变，就是打碎了他的人。我了解了，我也改变不了他。太硬了。下一次还会这样子的。内化。我不想上去了，我不想去了，我啥也看。也许就来这一次了，也许就来这一次了。对我好的时候很好的，我以前一直在用这些好的地方骗自己我们能过得下去，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发现我们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旅行能解决得了的。好的时候是真的好，可是脸一沉就真的有压力。小志啊，强颜欢笑就是在这儿拍的、啊、快来快来快来来来来我来我拿你帽子给你接没有好没事
怎么哭了？啊，没事儿。怎么哭了？啊，没事儿。现在是吵着还是好了？没吵，从来也没吵。吵啥呀？不哭了。拍去，拍照去，快点啊！整点啥？拿上。整点啥？我记得好像是坐在这儿来着，是吧？他俩这事儿也没就这样就过去了。他俩有好多事儿都迷迷糊糊就过去了。嗯、两个人都在忍。是的，都在忍。是的。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虽然时间特别紧，特别忙。我也挺高兴的。你的高兴跟生气都是别人安排好了，然后随机看你心情。你说高兴，我们就高兴。你在和睦觉得住的不好，你生气，我们就得哄你。你有没有想过安排这些东西也很费劲的？我安排好了，让你来拍。我得看你情绪，谁看我情绪啊？我真的好累。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天台，时过境迁了，心态就不一样了。这个也挺真的，戏剧化的。老七在想什么？我很想知道。本来开开心心拍照，坐在那边好好的，就对呀、啊，就变这样子。这几天我和别人了解到对我的看法，就是我才发现我在别人眼里原来好像还是真的有点那样。以前人家确实有朋友说了，20年前跟我工作那个人就说。跟我一天都过不下去，我还以为他们是说笑的，是什么怎么样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真的有这个问题。以往可能你单独面对王诗晴一个人，他说的我也不愿意相信。我已经到了你认识我的时候，你做主的那个年纪了，为什么我还是不能有一点自己的主见？你还是要控制我？我每天穿什么衣服，穿哪双鞋？我发什么朋友圈，发什么小红书，我朋友圈的那个九宫格的顺序他都要管。有时候可能确实是我管人家管得多了点吧。现在我至少我走出了第一步，我觉得我敢面对一些说法，一些比如说戴军他们讲，李静姐他们讲，啊，家庭对我的影响，比如他们说我难以改变，他不会改变的，放心吧。我觉得会的。不会的。会的。话我听进去了，静姐，但是我不想改变，我想坚持。我觉得你强迫症。哎，你不高兴是可以，但是他是你老婆，然后都一路不理他，你需要改变一下自己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直到现在我也认为自己是对的，但这种对是我在这个旅途中去要探索的，要去自己去观察和反省。他觉得我这些做的这些都是强加于他的吗？都是逼迫他的吗？都是刀架脖子上了吗？有这么严重吗？我害他呢还是怎么着呢？你看啊，你还哎，你还说你不像爹，你现在就直接来那套，说什么不是害他，是为他好，你心里面肯定觉得你是为他好，对吧？哎呀，我这说，我的心里其实是想的挺多的，但我觉得没有一个契机让我现在跟他去，哎呀。去说一些说自己对自己的一些看法，一些这种的时候，如果我说出那些话，我觉得那就意味着我真的要改变。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然后再看看吧，再想一想，再想怎么跟他讲，然后到底是什么样程度的，能不能让他做出回应或者接受。我再跟他讲，一定是一个很正式、很坦诚的一个时候，不能是因为吵架、因为要和好、因为怎么样哄对方，这我觉得不合适。我愿意率先做出改变，这样，但是我也想看看他的进度，如果他也同样有诚意、有这个态度和意向的话，我可以付出。人家没做错啥，人来玩的，咱俩正常点吧，别让人家难受尴尬。拍完了吗？说你拍了吗？拍了，走看看满不满意，反正有横的有竖的。哎，耗尽我所有的力气，不离。知道，可能是一种习惯吧。他们习惯了。他俩基本上一直都是不想离，或者说我没有勇气选另外一个。睡睡还是要离。睡睡很坚定。不想考虑，累了。又吵了又吵了。怎么又吵架？就是本来在果园还好好的。他们是一个升级的过程。其实就是话赶话聊啊聊，聊到这儿了。对。他讲了那个很重的话，那句话真的很。他讲那个你要你脑子不够用，你就少说话，就是有一点贬义，有点训斥的感觉，贬义的意思。你要脑子不够用，你就少说话。我印象中第一季的时候老王也有讲过类似的话。 Shut up。 对对对，你能不能闭嘴 Shut up。 应激反应的时候都会讲类似的话，这不好。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认为什么是幽默，不一样，认为什么是体面，不一样，认为什么是这可以讲和不可以讲，不一样。对，为什么他说你脑子不够用这句话这么重？因为在老纪眼里，刚刚的事情已经到了底线了。但是王诗晴觉得这个都没事儿，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两个的交流、思考、相处体系在认知上就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导致了这些问题。两个人都很放松、开心的时候，他们俩怎么着都好。
可是一旦开始进入应激状态的时候，他们好像这个情绪是没有一个叫停机制的，开出去的玩笑发觉不对劲是不会收回来的，是收不回的。对，是的。我看到他跟张硕非常不一样，在另一半不高兴的时候，张硕是马上过去说，哎，我错了，你不要生气了。但是老纪，其实我看不到他哄他，他只是说你走吧，上去吧，然后这个事情就也这样过了。老纪的雷点在哪里？就是当朋友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不能谈论他，不能攻击，不要挑他去攻击，不能调侃他。他说的是就不能踩着他，然后王世贤还老踩着他。对，可是王世贤在讲离婚，他没有踩他，他只在讲一个事实、啊。聊着聊着就踩着他了。一开始就是调侃，但是一旦当那个情绪开始到一定浓度的时候，王世勤就会把那个东西也变成好像我要证明我做的这个是对的。而且有些本质上是调侃的，会随着老纪的认真反而好像被踩。像一开始首尔在问他这时不时尚，首尔完全没理由要踩他，那就是个玩笑，然后老纪就会说怎么竟挑着我。哦，对不对？他认真了，他认真了。那可是首尔很厉害，首尔马上拉回来，没有挑你，就拉回来。可是王世勤不会接这句话。对。老刘也可以啊，傅首尔一直在说你拍的多不好啊，多不好啊。老刘也就是嘻嘻哈哈就过去了呀。傅首尔一说你看你拍的多丑，老刘一看笑。哦、对啊，也就过去了。有一本书的书名叫做《一旦你可以放声嘲笑自己，你就自由了》。对，我觉得真的蛮适合送给老纪的。他太紧了。老纪就是一个 model， 而且是个老派的 model。对，他是一个老派的 model， 他没有办法讲这些笑话。对对，这是 model 的职业生涯教会了他腰板要挺。对，是啊，是腰很挺啊，要直，不能弯下来。可是纪老师后来他自己在访问的时候，他有反省，他说：“哎，好像他是有带给大家一些压力，他的个性就是很。”他会反省，他会反省，不会圆场，但他又没办法改变，他又说他觉得他是对的，他做什么都是对的。他想的是，我这个人好像不行，哎，我的朋友说我好像跟我待多少天待不下去，我以前不相信，现在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就他那个反省吧，我觉得也是一种自我攻击。而且你看，像纪老师的这种检讨，都叫做什么？我觉得我是对的，可是大家既然这样讲，可能我是错的。就他只有两种选择，我要不然就是对的，要不然就是错的。黑或者是白，他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这也是完美主义的人经常会有的一个思维误区，就是绝对化。对，因为纪老师好多的词都是我这样做错了吗？你说我哪次工作不是尽心尽力，对不对？这个事情重要吗？就是、我哪一次工作没有做好？对对对，就是对或错，其实不是的，不是的。就讲什么话都感觉好像很严重，你跟他讲什么话都随时。话锋一转，他可能脸一变又变成一个事了，本来不是一个事儿。的确压力挺大的，所以事情也是各种崩溃。他不是有讲吗？我趁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讲一讲，我就是抒发我自己，因为他还是选择不离啊。他选过离吗？他好像没选过，他没有选过离。我觉得他怕，对他怕了，就是完了。纪老师真的是当真了。王世勤也有讲啊，他自己也舍不得，他可能没有勇气啊，可能是习惯了、啊，他就是给自己找很多这种解读的方法，说服自己。哎，你们觉得给这个异性朋友圈回复回亲亲，你们觉得就是 我觉得要看你另外一半怎么想。他不可能不了解老纪的对这些异性朋友互动的一些底线。那你不要去故意踩对方的雷嘛，这个就变成一个不尊重。我是在想王世勤会不会是觉得我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表达一个谢谢或者是开心这样一个情绪。我站在老纪的角度想，他可能想的是你发这个东西会不会让别人觉得有意义。因为他就是一个喜欢把这些事情都想得很周到很周全的一个人，他可能真的在这个地方想的不是王世勤，而是对方。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老纪会说的吧，或者是他们当时吵架的时候会说出这一层意思。我觉得就是老纪不开心，他是不开心，他肯定觉得不恰当嘛。对呀、啊，他不管，就是这个东西他有可能造成误会。对，不要惹麻烦。就是我在想，你结合他们这个父女一样的关系，就王世勤可能就会有一种，哎，你怎么连这个都要管？这件事情可能是最后的那个导火索。我是真的想跟老纪说，学一下接纳，自我接纳。像刚才他们在讲说，你看你就没有我们的婚纱照，对不对？老纪那一刻只要接纳了，说，哎呀，那你现在赶快传给我一份，
马上就过了。对，是化解化解。可是你只要不能接纳这件事，这句话就变成攻击。老纪面对攻击的方式，他其实既不辩解，然后也不逃离，然后也不，他就是僵在那里。可他板脸有点，对，就板脸就僵在那里，压迫感而不爽了。他一直僵在那里，王诗琴就会开始讲别的事情，再往前推一点，是的，再往前推一点。我就没见他俩好好聊过他俩的问题，就是发火、哭、和好，这个事情过去了，你就不聊了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人拉过来，就是老纪要走了，你给我回来，你有种别走。没有人敢讲这个话，聊聊清楚。我觉得他们如果是全或无的思维哈，他们就真的没有办法说我们就是来好好讨论。就对他们来讲，那个就是一个巨大的抉择，我错了还是你错了，只有这两个选项。即便他们所谓的讨论，他们没有一个讨论的场，他们只有一个争辩的场。王诗琴他不是一直在讲吗？他老管我，老管我。其实我很少见到他们去讨论，那我们可不可以分一下，哪些东西我愿意让你管，哪些东西我觉得最好不要管。对，某种情况下其实老纪也是可以接受，那你就衣服自己配。对了，是的，他们就做一个权力划分就对，可以划分的。而且我喜欢一句话，就是人在谈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轻易浪漫化自己的追求。就是我们要的东西一定都是务实的，尤其婚姻其实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东西。对，不要说是你需要空间，是太抽象了，听起来很浪漫，那我们就没办法谈，太虚了。哪些钱我管，什么样的出行我管，因为婚姻其实是真的是务实的、啊、过日子啊。对，嗯，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吧。一半箱子，我留两把箱子。哎呦，不错。那一半是空的，我啥都没装。你要不把花包全放下来？别，他现在弄好。我想装一箱子，但是我自己就不想。哪里？你装我包里。也行，就是装包里也行。你抽烟器放哪儿？抽烟器我在我包里啊。就这里的呢。啊，你先放那儿，等会儿就。确定了。好。啊，你先放那儿，等会儿就。这也是真的有意思。美丽的姑娘，再吃点草莓吧。长期拿走，长期拿走。好。好吃，就是吗？今天不好了，今天天气燥了，衣服给你吧。那就是拿。哎呀，那还没那个，那玩意弄完了。豆浆就不要了。今天跟华丽哥预告啊，一大早就这样子的。行，还有啥要装吗？那你真会问，刚说清楚。你装不了，给我。装下了。完下了。你也不知道拿，不知道吃，不知道吃。你不给你转，啥事儿你也不跑。
走走走，先走了，先走了。这件事没过去，你没给我道歉，你走吧。我道歉了，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刚才你还给我狡辩说你理我了。对不起，你理没理？你到底心里没数？我没理，我反应一下。那你当下为什么先狡辩，先撒谎？为什么？我错了。为什么？又开始吵架了，他们两个。说话，你不说话，这过不去。下意识的想反驳，下意识的想反驳。你走吧，其实就是下意识的想反驳，说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那我走了。你走，你别让我骂你，让你走。我跟你道歉啊。你走。我先给你道歉。你走。你道歉。你先走。对不起。你先走。啊，当时说。每次都这样，你走吧，你走吧，走吧，跟你做朋友也挺累的，滚吧。我刚不是说我错了。快快快快快快！啊，快走开！我第一时间给你道歉。走开，滚！不要让我在这给你发脾气。啊，你道歉我就得接受是吧？不是。我的天哪！当你朋友也挺累的，你就也没把我当朋友。没有。背着我买的包，拿着我买的箱子，我要装的东西跟你说三四遍。哇塞，他的每一句都挺狠的呀，都打在对啊，都是钉子哎。对啊。你没有吵的吗？他非在那儿烦人，他不走，让他走。听到人在吵架，有一点过度反应。是的。我走了。啊？干嘛？你上学呢？昨天还要跟妈说一声要走了。我不懂为什么他要这么说。他很周到，他出去一群人吃饭什么照顾朋友什么的，我永远都是最后一位。还是解决不了那个根本性问题，就不平衡。对，我在想他们这样子还有精力工作吗？来，姐吃点缓缓。洗了的？洗好了。你太好了，哪里贤惠呢？不是我洗的，姐夫洗的。姐夫洗的啊？我话当我没说过。今天早上好像姐夫还说他洗水果。对，你还说姐夫幽默风趣。对，姐夫是他们三个里面我看起来优点最多的人。那确实是。那确实是。今天早上像张总这种情况搁姐夫身上就发生不了，你说一句他回一句的，他肯定会给你回应。但我觉得各有各的优缺点，你不能这么比。你要比他犯的事儿他都不会犯，但他都不会，他没有，你知道吗？是的，他们三个要互相学习各自的好。有点闷感觉。你闷主要是因为你心里憋屈。他也挺累的。是吧？怎么说呢这个事儿。你是听见是没听见？我听见了。我没第一时间回他。啊，关键好像我刚才又说错了一句话。他说我跟你说话你为什么不理我，他说你为啥还要骗我，没听见说你听见了。我说下意识想反驳。完了，我感觉这句话又。他要求他挺多吧，那他感觉试试没怎么为他理解过。你要是比如说沈姐跟你说话你没听见，他会不会为这些小事计较？我觉得都这么大年纪了，都走这么多路了，就这些小事不应该像20多岁小女孩一样再拿出来再去作一下，去怎么样一下。你用好的态度我可以做其实，但是你偏偏用一个打击我打压我的这种态度去。可能你就是你觉得那一瞬间你不被重视了。对，那金老师这就是一瞬间没被重视，他就非得得到你的这种认错啊或者什么。你关键是这一瞬间不被重视重要吗？我也是，不是早早起来收拾完东西，我想着门口他不是一直他在家老吃那个炒米粉，我想着终于到新疆了，整个正宗的给他尝尝。对呀、啊，你做的还行是吧？嗯，也不错了。哎，顺着顺着，我跟你说，慢慢来嘛。
就是说你这两天做的也很好了，就是他向你示好的时候你没有骂他，而是接受他的好意，所以这几天你们关系我觉得还不错的，你们还是有进步的，还给你买新疆炒米粉。嗯，哎呀，那他自己想吃，我真的是他完全打着为了我。吃呗，刚刚买的炒米粉和这个。哎，真的是他自己在吃。整个正宗的给他尝尝，给他尝尝。他对伴侣态度太差了，张叔，我就不太懂，我真的不太懂他这个点。而且我说，跟你做朋友的话，我跟季老师、跟姐夫都在那儿，都是你的朋友。那你说你对朋友没这么有这么疏忽吗？没有，你潜意识里还是把我当成一个伴侣的身份，才会说是忽视我的感受，忽视我说的话。先就顾别的事情，对吧？我觉得睡睡啊，如果是你跟我说三遍话，我没搭理你，你肯定不会生气的。对，你肯定觉得姐在想别的事儿。对，你对我们的态度跟对张硕完全不同。啊，这倒是对的，这是说的对，这是公道话。嗯，那张硕为什么要先反抗我呢？对，那这一点那是他的问题。那他为什么要先产生对抗情绪，先撒谎呢？说我刚才理你了，我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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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一句话都没说。所以你俩的问题其实还是沟通的问题，我认为啊，你俩一切问题都是沟通问题。已经不是沟通的问题了。对，我就是觉得张硕这个态度很讨厌。对，所以你就是对张硕不一样，你知道吗？你就承认吧，我的妹妹。你到底站谁那边的，姐？我站谁？我们很客观。为啥你对张硕这么的？他看张硕随时都在翻白眼，你看他就是不顺眼。对，真的不顺眼，看哪儿都不顺眼。他承认了，他说就是不顺眼。张硕每天都在挨骂。你要把他当朋友，你要把你所有这些情绪都戒掉，变成朋友。对，你不能嘴上说，然后对他的态度跟这个要求还是情侣的要求。那哪能做得到呀？不可能。你帮我跟他聊聊，要不？天哪，找他去聊？不敢。我哪敢呀，我第一天就吓坏了。我是挺害怕的，我是全方位的害怕。你今天晚上你调侃他一下，你就说，哎，是今天又生气了啊，今天我也害怕了一下，咋了，好了没？你就 我哪敢呀，我你就说。那我们认识七天了啊，我要说句实在话了啊，你的性格啊，换个人啊也不太好处。你就换季老师，我跟你说季老师受不了你。你也别，季老师绝对在那个旁吃着说，忙睡睡，我一天都不行。哎，我真受不了你。不要拿别人感受跟不要比好吧。季老师听到这个画面就立刻扭头走了。好，绝对不要拿季老师来比。对，太极端了，你不要拿极端例子来比。对不起啊，大家，是我教父五方。我们三家男的差不多，其实性格上有共同点。对，没长大，你们仨都没长大，不同程度的没长大。我们好像是属于解决问题的人，不是说发泄情绪的人。没用啊，发泄情绪。对。但是解决不了问题之后，你真的会发泄情绪，你怎么解决都解决不了，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痛苦，想尽方法。他不能一直。西瓜呢？好美呀！啊！怎么啦？这谁？欢迎我们的爱人团。谁呀？妈呀！我是这一站陪伴大家的好朋友方嘉译。啊，方嘉译。啊！你家的姐夫
不是，这我也认识呀，这个。好久没见，好久没见，好久没见。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老公替换我。你好，你好，你好。啊，谢谢。我是要做自媒体的，我也是。来，过来，马上呢，我们就要走入沙漠了。在这个小村落呢，我们将进行关于沙的初体验。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朋友，就是我们的东哥。东哥好。东哥，我们在这个小村落就要进行一些什么呢？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地方呢，是我们在喀什地区呢唯一的一个被镶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个村落。大家来到新疆之后，知道我们新疆人的主食是什么吗？馕。好，是馕。那见过馕怎么去烤制这个馕了吗？别人做我们吃。不是，就贴到那个要先硬化，要先硬化，然后贴上去。我们把它叫做馕坑去烤馕，但是在沙漠里面我们没有材料去制作馕坑，它呢就会利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子去烤这个馕。它是用沙在做的。哦，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我们把它叫做库麦奇馕。库麦奇翻译过来呢，就我们叫做带馅儿的一种馕。那大家肯定会不会想，这个馕和好的面放在沙子里面会不会吃到我们嘴里边？然后我们拭目以待。那我们就安排一个项目，就是他们做了给别人吃，就自己不吃自己的，那比较安全。你来负责吃。好，那我们等会在进去之前呢，我们就按照我们当地的维吾尔族习俗，要有一个洗手礼啊。对，来，我们来先洗手。哦，去体验。哇塞，在洗手的过程当中，我跟大家说一下，马上我们就要进行库麦奇的制作了。然后完了呢，不用以夫妻为单位，大家任意两两搞个组合，马上我们就进去制作库麦奇。好，首先呢，先给我们的面板上撒一层铺面，来撒点布，撒点面布，朋友们，你去跟咱跟人学行吗？哎呀，会这个啥不会？干的。我跟你说，没有啥是男的啊。怎么全是女的呀？全是男啊。啊，我们俩代表了粮食大省。对，一个河南，一个山东，是吧？我们安徽也是粮食大省。好嘞，那看你们的了。来，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盘子里面有一块大一块小的，好吗？嗯。要制作成我们大号的饺子皮，那大的面就大一点，小的面我们就稍微小一点。好嘞，这边再打样哦，看过来。先揉成一个馒头的形状。哦哟，这样啊。馒头的形状。哎，用两个在一块儿，一压就变成两个饼了。咱俩是一人做一个还是一共做一个？你俩是分开的，一人做先做一个。我们把它一定要制作成圆形的，好吧？圆的。我这也圆了呀。对呀、啊，可以，你别不自信。好、哦，只要圆就行呗。对，我跟你说，你别离开王世清，我没有这种生活自信了啊！来，我是没有生活能力了，不是自信。你别不自信。我做所有的菜呢，我的师傅是他。都是他教我的，他是有厨师证的人。哇，就是很多孩子呢，家里都会小时候送去学个钢琴呐、学个芭蕾呀、学个画画啊、艺术啊什么这些。他家送的学啥呢？学厨师。他说他考大学的时候做了30几个菜，招待全家的所有亲戚。哇，30几个菜。一个人做了那么多，揉面可是我们山东人绝活儿。来来来，来放。封好了，面也撒好了，我们这带花儿的，我们这个。你那也挺好啊，你这都多好啊，弄的。哦，手腕好。对，老纪，我能给别人鼓励，能量好强、啊。你怎么样？你那不够圆，你看没有？我们这做的很好，我告诉你，对吧？嗯，你再按一遍。我们可以卷，对吧？这样它沙就不会漏进去。对啊。弄好了吗？好了。东哥给大家打个样，接下来我们会利用这个沙来制作。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了欢迎大家到来，这个沙我们已经烧了30多年了。啊，在沙里烤、啊，非常的烫，可谓说是火焰山的感觉了。我们看是怎么制作的啊？这个有几百度吗？我不敢尝试。你然后呢，我们稍微的不要太靠近，这火都会很烫哈。火在哪里啊？我们稍微对它离远点，以后丢进去吗？我妈的，真的是丢进去了。飞一个、啊、你慢点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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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会儿呢，我们呢是要完全要用沙子去把它烤熟的，这个馕。就是沙子肯定是要全方位，哇，好烫啊！哎，有烟呢。嗯，对，据说这个沙子的高温程度让这个馕啊10分钟之内。哇！天哪，在冒烟！为啥会冒泡泡？馕做好它有很多的水蒸气，有水分。对对，沙子已经经过高温之后。第一次见这样煮饭。第一次见，太厉害了！哇，真的我没看过这样子。来，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的馕熟。好、啊，我们的馕熟了。这个是谁的？我们的，我们的。哇、哦，很完美，是不是？看见是不是很棒、啊？好多沙、啊，都一样，都一样。那你自己看。哎，你们这是怎么凹凸不平的呢？还姐，我们带花儿的，我们旁边。你看，哎，都裂了，姐。花儿。我们的，我们的。漂不漂亮？你说。他们这烤好了，抖一抖就没了。嗯，我们这真漂亮。怎么去翻一下咱这个？我们一下还没翻呢。别这么扯。就是他了。就他了。我们一人拿个抓子来，把上面的沙子先抓一抓来。挺香的，我觉得。面粉的力量。还有那个，嗯，对。烫不烫，姐夫？还好。沙子，我们叫。哇，还烤那么硬。哎，烤好硬。上一次你们这么认真的刷东西是刷什么？刷鞋。鞋子。我们有个梗。对。哇！我把刀递给他，来，来，来，你来，我来。来吧，小心手啊！我觉得你们那个分四瓣差不多了，再切就要是碎了。我们这个小。标准米其林馕，我告诉你。标准米其林馕。你那块都切翻开了。我们这漂不漂亮？你们这可以，但我们这个边绝对是那种薄脆边儿。我们这个，哎，颜值还是得是我们这块好吗？你们那个很白耶。真是颜值，你们那好哪儿了？我就我们这好，我们这好。信了我。你看他们都不行，他们都不行，看我们。看看米其林的，我们这绝对好。谁都看不上谁的，我发现了。你让老爷说说我们哪个做的好。对对。好，我们请来了我们这个这家的主人，把你们的作品都端一下，让老爷看一下。选出一个做的最好的冠军。是谁？哇哇！恭喜恭喜恭喜！给大家展示一下。他都没有看我们做的。不用看。真的是。宝贝儿，人家老爷这个年纪，他不用看我。巨精啊，都巨精的。我觉得他没有仔细看，来巨精。老纪这个胜负欲是。尝尝吗？冠军的味道，来，要尝尝冠军的味道吗？有吗？嗯、他怎么看出这东西裂了的？他说咱这个裂了，他怎么看出裂了？哪里呀、啊？哪里呀、啊？我就裂了这一点儿，你看。解释一下，解释一下。没那面，除了平面面。我先给你们解释一下，你看他说他这个边压得很好，沙子都没有进去。你看你那个虽然漂亮，但是沙子都进去了就不行了。说了虽然漂亮这句话是不是？对对，已经很欣慰了。对，那我们这个是一点不行吗？好，来了。你们这个他甚至不愿意评价，甚至不愿意，他都看不见。厨师的怎么不行？我们第二名。耶！耶！这个环节是谁提倡的？宝贝儿，马上我们进入沙漠里了，你赶紧多吃点吧，里头啥都没有。但是姐夫今天表现如此出色，确实我心里不是滋味。什么才是你要的滋味吗？关键他在家里没有好好的去做过馕这种东西。你要求也高了，姐，谁会在家做馕？平时我们在家里不太，顶多到饺子这个部分，不太会到馕。首尔就喜欢这种梗。对，要跟他玩。接下来有一个多小时行程，所以大家休整好，我们就那个两两一组，然后要登上骆驼车了，好吗？那咱走了，走了。哇，这种骆驼车啊。那个马上要到营地了，接下来导游到底是谁来当？我选张硕。好，哇，恭喜新的导游。那导游来分组分骆驼，我分组各自分吧，还是原来搭档呗。那我们坐最后一个吧，你们两个坐中间的。好，你坐那边，我坐这边。上吧，从那边上啊。你先上，我先扶你上去。你还用扶我？好了。小骆驼，你要跟着我们吗？走喽！谁在用伞？首尔吗？啊，老刘。妈呀、嗯！这个就是那个坐驴车，把驴换成骆驼了。你们前面这个小的好可爱哦！超可爱，他一直跟着他妈妈，他像领航员。
好可爱，还是蹦蹦跳跳的那种。啊，好可爱呀、啊！真可爱。他长得好好看，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女的。还是一个宝宝。对。好乖呀、啊，你看他。那、他真的好乖，好喜欢他。金老师敢摸啊？小骆驼。他叫小铃铛，是吗？我想知道我们这只叫什么。没有，我们随便起的、哦，因为他挂了一个铃铛。哦，这感觉真好。已经那种有一点点开始苍凉的感觉了啊，枯树了，好漂亮这个景。我感觉翻过那个山头就应该是真正的沙漠了，是不是？前面那一座山。对。我们来唱歌吧。来吧。你们都会唱当吗？张硕什么都 OK， 他是我 OK， 我当然 OK。老季 OK 吗？王世杰可以啊，可以啊。来来来来来，张硕起头。来。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地就不再流，当春夏秋冬无人变化。哎，真是各唱各的。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这氛围很好，氛围很好。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谁又能够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哈哈，不高兴了呀。我觉得今天他在旅程中他是享受的，你看他前半段跟后半段，他好像越来越放开自己。你看这张，对，他越来越放开自己，看起来开心。哎，是的，好像很享受，很开心，很快乐了。哎，这个是我乐于见到的，他气色都变好了，活力回来了。要到了，要到了！你看那边有灯，到了，到了。要打破一下生活，要进入新的元素。对，原来那个东西已经形成一个闭环。哇，好多骆驼！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要入住的营地，这个营地叫做此山必睡。哇哦！哎，这是一个小村庄呢，太美了，好期待晚上哦，真的好美啊。自在，老刘。哎呦，黄沙漫天了，姐夫，看。看到了，沙尘暴要来了。哇，哦，那是刮过来的沙子吗？哇，这叫沙尘暴来了，你看左边啊。我的天哪，好恐怖哦，这个沙尘暴好酷啊。真的假的？有点恐怖，说实话。那我们要躲哪儿去呢？房间里啊。沙尘暴要来了。真假的？不会有危险吧？快快，要到了，要到了，要到了。哇，先进屋吧。天哪，老季赶快跑到沙丘上拍一拍。哇，老刘很悠哉啊，好稳啊，大家在一起吧。老刘快进来，真的这个很吓人的，快来，我想感受一下。他突然间有好奇心了。老刘其实是一个蛮浪漫的人。我这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机会在沙漠里这样过夜，我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所以我想从头到尾的感受一下沙漠的夜晚到沙漠的黎明。因为我是看着这个沙尘暴从远方的地平线慢慢慢慢慢慢升起，到覆盖了整个天空。其实我非常想，但是他希望我进去陪他。不是，我们要不行就赶紧出去吧。这里是最安全的了，现在。我有点慌哎，我们出去来不及了，姐。我们不会在这里把我们的小命搞没了。我不相信。已经开始刮风了，我天哪！
快快快快快，姐夫进来了，进来了。哎，不没事吧？不会危险吧？没事没事，首尔是真的很近的。嗯，哇，这个风吹的真的很大哎！哇，一下真的来了，我天哪！看这个灯就黄沙漫天了。这个天气跟我们吵架一样。沙漠之心。哇！好看。哦，这个夜晚他们这辈子都忘不掉。真的？你们真的很想离婚吗？我不知道我想不想离婚，但是我也想快乐。这是实话。是。我觉得我能做的我都做了。你要说承诺，我觉得我答应姐夫的每件事我都做到了。你要说责任，我觉得我对家庭尽到了我最大的责任。其实现在就像走到了一个路口，往哪边走都是自己的选择，没有对错，换一种生活方式也挺好。老刘再往后退。对，他想成全。嗯，老刘，嗯，你还会改变吗？哇，我觉得老刘其实是一个蛮浪漫的人。是，他就是那个冰川之下爱意千里，真的要给他鼓掌。Life changes, just open the door. One thing's certain, I'll always be there.